Holy shit! Hey， 大家，我是尚恩。今天我们聊的是瑟斐斯。瑟斐斯呢，一直以来都是一只 OK 的打野，稳定的打野。而这版本呢，他竟然晋升版本强势野王。如果你喜欢这消息呢，请帮我们点个赞。还没订阅，请订阅，打个铃铛。目前版本呢是战士英雄的天下，而当中呢最强的不外乎就像吕布、埃罗、瑟斐斯这一种。而今天我们带来就是瑟斐斯。来看我们全新出装，这套出装呢跟以前不一样的是带了一个眼盾。原本的瑟斐斯呢就已经很难死了，被动的关系，血量越低呢有越高的免伤，而且呢我们的二技能还能够帮他回血。近期有对上瑟斐斯的应该也试过，明明就是一只满血的射手，却打输一个剩下一个血的瑟斐斯。那是因为呢瑟斐斯目前的伤害太高，而且呢免伤也太高，敌方呢几乎很难收掉他。而在很硬的前提之下呢，我们还能出岩盾，变得硬伤加硬。岩盾技能呢要越少血的时候再开启，可以再使用二技能呢把血量吸回来。基本上呢我们前期以刷野为主，资源为辅，瑟斐斯呢需要稳定的发育，他家有经济的等级呢伤害就很高。装备的话呢推荐出斧头，斧头跟兽魂剑的坦度呢是有差别的，毕竟瑟斐斯被动的减伤呢有一根生命值百分比有差。而且呢斧头也有点伤害，可以加快我们吃野的速度，刷兵的速度。打探的时候呢尽量抓敌方的输出英雄，像那种高伤害脆皮的我们最喜欢，先抓掉敌方弗洛伦。核心魔文呢建议大家带咒我赴死或者带绝地死斗，那我个人更喜欢咒我赴死一点了。奥义带猛攻刺杀龙爪，若是你没有刺杀呢也可以带成 BO。 装备的话呢就跟着这么出，钢枪呢还挺关键的，钢枪冷却时间、生命值跟无穿无攻都有用。再来全能武器增加我们的一套爆发。技能的话呢我们主点一技能，毕竟呢更频繁使用一技能嘛，而且呢一技能伤害特别高。买下全能武器之后呢一普攻就可以打掉敌方的后排一半血，一技能也是我们反杀后排的关键，不怕被风筝。有些战士呢比较怕被风筝，但可不是瑟斐斯。基本上我们一套连招呢，一招大招普攻就差不多，二技能呢补充额外的伤害，还有打架的时候呢可以用来续战回血。打架的时候呢谨记着优先几下敌方输出那就对了。再来是瑟斐斯的大招，大招呢可以的话尽量不要空，瞄准一点再踩，这点呢只能说熟能生巧了。踩到敌方瑟斐斯，一套连招给他，一技能加普攻二技能带走。这边魔龙绿塔有个哥特尔在，警棒网点的话呢应该是点得掉的，点不掉的话也不要勉强，回家刷蓝。蓝 buff 对瑟斐斯来说相当重要，冷却时间跟回魔，毕竟我们的耗魔还挺凶的。可以的话呢最好就第一时间把蓝吃掉，再看怎么做事情。关于反野的话呢，如果有队友的支援之下也是可以的，就不停入侵敌方的红蓝区。只不过呢瑟斐斯还不像纳克罗斯这么飘逸，我们更应该呢稳定的发育起来，像一个坦克一样碾过去，这样才是最高胜率的做法。若是你想很秀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了，这是看你个人操作。乖乖下一轮也乖。 OK， 这边找机会推敌方的外塔，我们是更倾向于推敌方的魔龙外塔了。敌方蓝不在，解决分歧的方法除了枪炮还有刀剑。 OK， 注意敌方都露头了，阿莱开个大招，请阿莱吃一套。这边阿莱很残血开起走跑掉了，那剩下的队友没人帮忙，打出弗洛伦的宝珠，再来一普攻带走弗洛伦，只有二技能把敌方哥的打残，最后一脚带走。所以我们技能冷却呢其实并不会很久了，敌方已经撤退，那这座外塔呢我们就收下。再来呢我们还可以再次魔龙。 OK， 我们已经有收到敌方的阿莱斯特，找到个龙马一普攻，一普攻是最稳定的输出还有缓速效果，逼出龙马的瞬移，
等了大招冷却五秒，敌方弗伦已经开个大招，一套紧压制。OK， 这边敌方人比较多，我们要先拉开。刚刚尝试抽弗伦轮，可惜没抽到，他剩一个血，追上去。我们知道有敌方两只残血在草丛中，哎呀，差一点，一普攻，结果抽死了刚刚弗伦轮。队友帮忙带走龙嘛，那可是很赞。而且呢，注意我们血量全程是残血的。换只其他刺客型打野呢，剩两个血，龙马随便一个普攻就可以带走。那这也是这回是 OP 的点哦。同样的机动性之下，我们却弹很多，而且还有回血能力。要知道呢，传统打野的回血已经被削弱了，毕竟呢宋文坚已经没吸血，如果要花费快2000块买撒旦之风呢，那也是不明智的选择。而瑟菲斯呢则不一样，技能就有回血，这样子我们装备呢可以核心的出坦心或者呢功能性，像是我们的岩盾。这地方阿莱绑了我们一套，拉开，可惜就被敌方晕着，叫我们第一次做了赴死。刚如果尝试一技能逃脱呢，是有机会跑掉的。一技能是瞬发，大招呢有个短暂跳起来的动作。那因此大家可以记住呢，下次逃命用一技能比较好。踩到一方阿莱，通常呢后排被我们踩到，那都是绝望。要踩到了一套秒杀呢，那我们的钢枪跟全武器还挺重要，大大提升我们伤害。若是敌方呢比较多脆皮，或者我们不需要更多输出呢，也可以考虑改成冰跑。冰跑跟全能呢其实不会差很多呀，一个弹一点，一个伤害高一点。伤害高一点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刷野更快。这边是凯撒呢，也要有我们的输出过来帮忙了。扣队友过来，刚我们已经扣了好几次，我们现在拿个蓝。 OK， 这边等到队友过来开始吃，注意敌方的动向，他们开始靠过来了，成功拿下。 OK， 弗伦被推进我们队友怀抱中，他已经有点残血了，我们等等技能冷却下一轮，踩到哥德了，哥德也是会怕踩的，再补了一个一普攻，就敌方弗伦倒下，哥德残血，敌方后排跑不掉了，最后收到敌方龙马。除了哥德以外呢，敌方全员倒下，而哥德呢也已经残血了。而且打完架呢，我们血量还有这么高，我们可是全程呢都在前线冲进敌方人群中。这边保护我们的兵线了，把哥德赶走。OK， 他清不了兵呢就无法防守了，进攻的时候呢记得要阻止敌方清兵。最后抽主堡结束游戏。以上是带新版本相当强势的野王瑟菲斯，这版本呢相当推荐他使用，他一直以来呢都差不多也不弱，而这版呢可是特别强，很有可能呢他会被削弱，不然就是装备会被削弱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最后呢，喜欢影片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尚恩，我们下部见，拜拜。